赖秘书长、各议员同仁、圣乳各单位主管、各议会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小姐、女士、先生，大家好。开始之前向大会报告，圣乳计划处处长，今天因公请假，助务处长庄秀英，列席。圣乳城关处处长陈乐本因公请假，助务处长许金龙列席。今天的议程是上次大会决议案执行报告情形，102年度总预算第一次最佳准预算编列情形报告。现在请民政处长杜处长进行上次大会决议案执行报告情形。彰化县议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会上次大会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谢议长、许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贵会第十八届第五次定期会，本府所提上次大会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包括第十八届第十、十一、十二次临时会及第四次定期会，合计本府提案14案，议员提案29案，及议员临时动议案20案，共计63案。之将执行情形摘要报告如下：一、本府提案部分，小一，第十八届第十、十一、十二次临时会既有本府提案7案，书面资料请参阅本府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第5页至第8页。口头摘要报告办理情形如下：第一号案，制定彰化县民间办理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经贵会审议通过，本案业于106年1月12日发布施行。第二号案，制定彰化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经贵会审议搁置，本案已另提报贵会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会审议，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本府另于106年1月20日发布施行。第三号案为修正彰化县建筑管理自治条例第23条条文草案，经贵会审议通过，本案业于105年10月6日发布施行。第四号案，修正彰化县公共艺术自治条例第3条之一条文草案，经贵会审议通过，本案业于105年10月4日发布施行。第五号案为本府监管台中市中区中墩段6小段5/1地号等19笔现有土地处分案，经贵会审议通过，本案业经行政院准予出售，将办理价格查估等出售事宜。第六号案为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核定补助本府105年年度所辖国民中小学充实健康中心设备计划，经费新台币998000元整，经贵会审议同意办理垫付，各校已于105年12月完成核销事宜。第七号案，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补助本府办理委托公益法人办理彰化县私立裕民非营利幼儿园营运业务，其中106年度所需经费计1276000元整，经贵会审议同意办理垫付，课政办理裕民非营利幼儿园招生作业，该园预计于106年8月1日开办。第二大项，第十八届第四次定期会既有本府提案7案，书面资料请参阅本府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第17页至第19页，口头摘要报告办理情形如下：第一号案，本县106年度总预算案，本案经贵会修正通过，
业于105年12月30日发布执行。第二号案为本县106年度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本案经归会修正通过，业于105年12月30日发布执行。第三号案为财团法人彰化县文化基金会106年度预算，本案经贵会审议通过，将督导该基金会依106年度预算确实执行。第四号案为制定彰化县新设置畜牧场管理资质条例草案，本案经贵会审议通过，业于106年1月20日发布施行，令行政院农委会106年2月17日函同意备查。第五号案，制定彰化县科车管理资质条例草案，本案经贵会审议通过，业于本府106年1月10日函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中。第六号案为修正彰化县食品安全管理资质条例部分条文草案，本案经贵会审议通过，业于106年3月8日发布施行。第七号案，本县福兴乡日新国民小学经管田径场拟办理报会案，本案经贵会审议通过，本府业已函请学校依规定办理后续拆除及减障事宜。第二大项，议员提案及议员临时动议案部分，一第十八届第10、11、12次临时会既有议员临时动议案4案，第四次定期会有议员提案29案，议员临时动议案16案，经贵会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或送县府研究办理。第二，以上议员提案、议员临时动议案，除第四次定期会议议员临时动议案第16号案系贵会自行自办事项外，其余地方建设工程或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及权利之议案，其中属于本府权责部分，在经会许可下，均已优先考量办理；权责不属于本府之议案，经转请相关权责单位研究办理，并已分别函复贵会及相关提案动议之议员。以上仅就贵会第18届、第10、11、12次临时会及第4次定期会决议案本府执行情形，摘要提出报告。至于各案详细办理情形，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参阅本府所编定之决议案执行情形报告，或由本府业务主管详细说明。以上报告会请主政，敬请各位，敬祝各位万事如意，会期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各院同仁，针对督处长的报告内容，有没有其他意见？我继续请主计处为处长报告106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整预算报告情形。谢议长、许副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午安。现在由主计处报告本县106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编制情形。本县106年度总预算自公布实施以来，各机关单位均能依照法定预算数及计划预定进度核实执行，为年度进行中，因中央相关主管机关核拨需经本县预算程序办理之各项计划型补助经费，上级政府核准应办之业务项目需本县筹措裁员配合办理之计划经费，基于业务实际需要必须增加之经费，以及中央部会补助计划经费实际核定数较框列数减少，必须配合追减之经费，均需透过预算程序据以执行。原依据预算法第79条规定，汇编本县106年度总预算
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并依照规定提请贵会审议。本次追加减预算案税入追加减预算数8亿6798万8千元，税出追加减预算数14亿1118万元，税入税出差短5亿4319万2千元，以增加债务之举借5亿4319万2千元予以弥平。追加减后税入预算数为379亿6363万元，较原预算数370亿9564万2千元增加2.34%。追加减后税出预算数为432亿7469万6千元，较原预算数418亿6351万6千元增加3.37%。支就本次追加减预算案之内容及金额简要说明如下：税入部分，追加减预算数8亿6798万8千元，其内容依来源北项目分数如下：一、税客收入追加7亿1725万2千元；二、规会收入追加40万元；三、补助及协助收入追加1亿5360万2千元；四、捐献及赠与收入追加112万9千元；五、其他收入追减439万5千元。税出部分，追加减预算数14亿1118万8万元，其内容依机关别项目分数如下：一、县政府主管追加13亿4209万9千元；二、消防局主管追减6350万元；三、地方税务局主管追加80万元；四、文化局主管追加4694万2千元；五、农业处主管追加724万4千元；六、卫生局主管追加2759万5千元；七、统筹支拨科目追加5000万元。本县106年度总预算第一次追加减预算案税出核列数14亿1118万元，其中第十一项是追减，追减后的净额，刚刚的十四亿是追减后的净额。那其中呢，办理中央各部会的补助计划经费有9亿8538万1千元。那其余主要的税出计划现款支应部分内容简要说明如下：一、建设处振兴彰化县商圈产业发展计划200万元；二、公务处办理各乡镇市地方建设经费2亿元；三、水利资源处办理鹿港国家历史风景区鹿港西在线计划用地取得、地上物补偿等相关作业1亿元，以及流域综合治理计划治理工程用地地上物奖励金、救济金等发放作业500万元；四、城市暨观光发展处办理彰化县油气地区供观光客体验3轮以上慢车委托代减费用100万元，以及2018花寨彰化灯区光环境及夜间活动规划设计执行案2000万元。五、农业处办理农委会农粮署调整耕作制度活化农地计划奖励农民休耕地转作地区特产作物及奖励农民弃作杂粮及除料作物1000万元，以及因应2018花寨彰化活动研制夜间所需相关环境清洁安全维护设备修整维护费及活动杂支费用等1000万元。六、社会处办理中低收入户老人生活津贴补助2621万9千元，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1800万元及育儿津贴2700万元。七、本府及本县所属各机关公务人员技工工友之退休金5000万元。八、地方税务局办理园林分局围墙退收重建工程80万元。九、卫生局办理国中1年级女生
子宫颈癌疫苗免费接种计划相关费用2478万元。十，追检消防局第二大队及园林西区分队厅舍新建工程款，第四大队田尾分队厅舍新建工程款，二林中科分队新建工程款，共计6400万元。十一，追检城市暨观光发展处办理八卦山风景区亲子共同体验之互动式公共艺术等设施500万元。以上报告，敬请各位议员女士先生会予鼎力支持通过，谢谢大家。那后面有简附我们的税务税收简明比较分析表、收支简明比较分析表以及税收机关别及原预算及追加减预算中计表各一份，敬请参考。各院同仁，针对卫处长的报告内容，有没有其他意见？没有啊。继续针对行政问题，各院同仁有没有其他要发言？今天的会都到此结束了哈。各院同仁，今天的会到此结束，明天的议程是执政执行，早上3:10开会，散会。